这句话啊，这么个经验，这个点也没忘啊，抢着点，快速度快，是吧？完拉的时候不用像这么拉的，这么抓了，直接左右推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形成的静态快带，是不是？你都看看刘世文，他这帮照片刘世文，来，速度。Continue. 再往上上一点，这个往上就，这个点，这个点不拉，明白吗？来，这个点，对方一跳，这个点，这个点，还有，你不要动的。